你放心，你已经安全了。跟孙悟空在一起的女人，我认识，就是蓝天。这破剑，谁都可以打开。 举手投降吧，这回你们彻底跑不掉。你多欺少，你算什么能耐？剑给我！ 带到玉帝面前，看他还有什么能耐。不行，等会儿。这位神仙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这位姑娘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你执意要这么把她带走呢？关你什么事？什么事儿？下凡的时候，玉帝怎么说的？与民同乐。你给我姿态放低一点，多放低一点。 紫霞仙子身为神仙，擅动私情，动了大罪。我们这次是要带她回去洗去修为，重新修炼。重新修炼？这么惨！这是天条，没有处死，已经是玉帝格外开恩了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也不能把她带走。说什么？徐宗宝。 呀，京城所至，今时未开，给点耐性，啊！相信终有一日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悟空的。可是人海茫茫，大师，您取经的事情不能一直这么耽误下去啊！哎，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如果我们见到一个人，就把悟空的身形、样貌、喜好、衣着都说一遍的话，那也真的是很累呀。 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弄一张寻猴启事，这样可以省一些精力呢。我们还可以聊下人生的感悟，还可以唱一下歌。太好了，大师，你简直太有智慧了。你也很有智慧。早啊。你知不知道破镜重圆覆水重生和死而复生啊？知道。
就是我们那儿的一张牌，破镜重圆就要碰，覆水重收就是要吃，死而复生呢就是天胡了。看来不要帮你回忆回忆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不知道我。哎，你怎么不接啊？这位仙子，请问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？幸好这水是凉的，这水要是烫，我英俊的小脸怎么办啊？其实呢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也不至于生那么这么大的气。怎么样，这种感觉有没有很熟悉啊？接下来要该怎么做呢？这种危机的感觉是很熟悉。是吗？太好了。主人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刚刚呢是有点小激动，但是我只是开个玩笑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放过我好不好？小二，过来给我把周围打扫一下。来了。还是没全想起来。没关系，恢复记忆啊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。再试试第三种。我们走吧。去哪儿不吃饭了呀？先去亦庄，回来再吃。你去亦庄干什么？那放死人的地方。你去那儿吃饭了还能有食欲吗？别逗了。哎呀，去帮那么重获新生多开心啊，说不定你还能多吃两碗饭。这神仙还能帮别人死而复生？神仙不能，但我们。啊，这种心跳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美好啊？想忘了点什么呀？我要想起什么呀？我脑子有病，我靠。那你到底有没有想起来呀？要我想起什么呀？小二，来了，来两盘小菜，再来壶酒。好嘞。你说，这年头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今儿个有个啰里吧嗦的和尚，张贴什么告示，说找什么猴子。糟糕，忘了那个坏家伙。哎呀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有事啊，我一会儿回来。这年头啊，确实疯了挺多。我身边就有一个。还好再走。小二，哎，给我来壶热茶。好嘞，快点啊。放心吧。阿弥陀佛，这位女施主，看你年纪轻轻却行色匆匆啊，年轻人最好还是稳重一些，正所谓做人呢。行了，哎，时间紧迫，我长话短说，千万不要相信你的徒弟孙悟空，他会害死你的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大师是孙悟空的师父？还有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呀，跟孙悟空有点渊源，所以呢，知道他的师父满世界都在找他，就在蜈蚣精那里啊，花了高价才找到你们。这么说，你也是他的前女友？哎，不是。不过啊，他真的是一个混蛋，他祸害了好多的姑娘。阿弥陀佛，养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，贫僧一定要尽快找到悟空，不能够让他一错再错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真的不是你的徒弟孙悟空。知道啊，他不想认我做这个师父。既然贫僧已经收了悟空做徒弟，我就有义务去点化他。佛祖有云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贫僧知道女施主你是不忍心看到我被这只猴子折磨，但是取经之路蕴含了99/81难，想必这就是其中一难。他真的不是你的徒弟孙悟空啊，他就是一个奸恶险诈的猴子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贫僧相信这是佛祖对我们师徒二人的一个考验，让我们坚定心神，一路向西，取得真经，好惠泽万世。我靠，你可不可以换一个正常的频道跟我说话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真的要小心孙悟空，千万别被他抓了。抓？女施主，您的意思是他也很想见我？贫僧实在是很惊喜，待我们重逢了之后，我一定要唱首 Only You 给他听，他就会明白我的心意了。Only 个头啊！我告诉你啊，
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你自己好好小心，好自为之吧。贤弟，那个黄脸婆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大哥，只要我擎天大圣出马，保证手到擒来。那我就在家静待你的消息了。大哥，等我们搞定了铁扇公主，再把唐僧抓来吃了。我就是真正的孙悟空。当然，干杯。茶喝多了失眠，这长夜漫漫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月光宝盒，回去见到我的白晶晶？哎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青霞姐姐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老是动手动脚。有什么话好什么说呀？上次本来我有机会杀掉紫霞跟孙悟空的，都怪你。你怪我干什么呀？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也是受害者，而且你们两个姐妹是神仙，我只是个凡人，我自己都命不保啊，我哪敢坏你的大事啊？好，现在跟姐姐玩撇清关系是吧？晚了，今天我就先杀了你姐气。看来我命不该绝呀，姐姐。没有见我照样可以杀你。行，我给你个机会说遗言，可以？可我不想听。那我好歹也是个男子汉，是不是？你要杀我可以，你给我留点尊严行不行？你想咋地？我至尊宝人如其名，死我也要死得轰轰烈烈。所以呢，我决定要跟你决斗。哈哈，那跟直接让我结束你有什么区别？别浪费时间了。谁跟你说决斗就一定要打架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青霞仙子武力如此高强，却虐杀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凡人，这样要是传出去的话，恐怕不大好吧？不如这样，我们就赌一把。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啊？怎么了？你怕了吗？怕？哼，我青霞长这么大，不知道怕是什么。好吧，我就看你这小子能够耍出什么花样来。说，赌什么？不用法力，全凭运气，看谁猜得更接近实际的点数。运气？来不来吧，输了的话我任你处置，但是如果我赢了的话，你以后就别再对我喊打喊杀了。好，我让人死得心服口服。仙子请。我猜十五。十八。哎，我又赢了仙子。就不信了，再来再来。这一般人打赌呢，都是下赌注。你已经输了这么多把，按理说我的命也应该捡回来了吧？我可以加注，你再来一把。来什么来？不来了，我小命都差点没了，还来呢？你没机会了，我再。你要是这次还能赢我，我就把月光宝盒给你。仙子，既然你那么想杀我，不如这样吧，那我们就来最后一局。又中了呀，青霞仙子！我知道你是愿赌服输，不会赖账，对不对？完全不费功夫啊！什么不费功夫啊？嗨，原来你也喜欢这么早起来练功夫健身呢。我先走了。神仙不需要练功夫健身啊。月光宝盒终于到手了，现在我只要摆脱了紫霞，藏到天黑，我就能救出白晶晶了。你说什么？
我说，我想去逛个街，不如……啊，好啊，那一起。那你去吧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早饭还没有吃。哦，那我也不去了。我昨天呢去找了蜈蚣精和唐僧，说起来好像也有点累。哎，哎，二兄，你听他们说到什么了吗？听到了，说吃饭吗？这家客栈的饭菜做得很一般的。不是，刚才那姑娘说她看见师傅了。师傅，嗯，刚才有提到吗？提到了，在那儿说的。我就说嘛，这么重要的线索还是被我找到了。怎么是你找到的呢？分明就是我找到的。是不是不让他们发现？是啊。那我们做的是不是有点太近了？你懂什么？就坐得近才能看清他们吃什么呀。啊，不对，才能听清他们说什么。我想好了，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儿吧。你回家收拾收拾东西，咱们这就出发，走吧。二当家、三当家，你们也在这儿啊？你们认识啊？说你呢？叫你呗。叫你。装什么呀？啊？你装什么呀？你以为你 cosplay 一下我就不认识你？好痛啊！放开，放开！你 cos 什么不行？你 cos 一只猪啊！哎，不要动手动脚啦！我告诉你。你老大，我这次有任务要交给你。只要你们这次好好的完成这个任务，以前的过往我既往不咎。他说什么呢？你忘记了？你以前最崇拜的人就是我。靠，我原来是个神经病哎！那怎么办呢？我还想问那姑娘我们师傅的下落呢。切，你们师傅，你们师傅的下落。我知道，啊，真的，我们师傅在哪儿？刚才跟我的那个女是个妖怪，她抓走了你们的师傅。在干嘛？啊？不在这边，我胆儿小。那你想怎么样？紫霞仙子，你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看起来又这么的瘦弱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变成一个很高大威武的妖怪呢？这样呢，我会更有安全感一些。妖怪？妖怪太丑了。那野兽行吗？像狮子啊、大象、老虎什么的。我刚做的手指甲，要是变成他们的话，我手会脏的。啊，那这样，你就变成个九尾狐，弄几条尾巴出来，这来一个酷炫。哇！这样你有安全感了吗？这真的是太有安全感了，二兄，他真的是妖怪呀。这么漂亮的女妖精，你有什么法力？可
看来得我亲自治疗了。妖女，管我师傅！哎，师弟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啊！哎，你认错人了？哪认错了？大尾巴都看到了！哎，你们先打扰走了。哎，小心点。现在是500年前，我要是买点贵重的古董去送给芊芊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她看到的话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当然开心了，我看是什么，我看看。那人呢？哦，他们两个。他们平时我抓他们师傅，莫名其妙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把他们都给甩开了。这都是你给我买的，真好。我看看都是什么啊？灯，还没有灯芯。这不就是最适合你的礼物吗？是你。没想到吧，我已经在镇子上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这次我们跑不掉。动他试试，你动我试试。是。这个镇子是百姓居住生活的地方，我看我们还是改日换个地方再收拾你吧。收队。吓得我腿都软。哎，怎么掉地上了？干嘛？我的月光宝盒你凭什么拿呀？你一直都在打月光宝盒的主意。你根本就是在骗我，你根本就是想回到500年后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偷宝盒事你别想了，没有用的。这宝盒本来就是我的，你凭什么给我抢了？啊？你就那么想回到500年后？对，我娘子等着我回去呢。娘子有什么好的？你就那么喜欢他吗？你不说我有办法。哎呀，你终于来了，抓紧时间吧，快快快快快！抓什么时间啊？你谁呀你？我这么红你不知道吗？我就是传说中的驰骋三界的蜈蚣精啊！蜈蚣精啊？啊？这哪儿啊？这是在你的意识里边。我的生意呢，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有，现在在你的意识里边也有。将来呢，我还准备把生意放在网络上。网络？我怎么想出这么好一个词？回头我要注册我的专利。我问你啊，我为什么会得上？哦，是紫霞仙子花了重金，让你用这个笔和纸画出你心爱的人的样子。开什么玩笑？不会画画。哎，以前不会画没关系，现在就会了。这不是普通的笔和纸，你随便画个什么东西吗？给个面子。你看，我没有骗你吧？好吧，啊，抓紧时间，画出你心爱的人的样子。在你的意识里面，平常会很贵的，抓紧时间吧。不可能，我不会画，我也不会上你当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个陷阱。
陷阱？哪里有陷阱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你忘记了你心爱的人的样子。胡说！你慌？不是妖怪，我是神仙，我可以证明。哎，猪头，看见我没？莫非你是青椒、土豆和茄子？哎，还是你懂我，不像你二师兄，连这么有名的第三仙都不知道，笨得和傻子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个胖子，不是个傻子。妖怪也可以变身啊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不信是不是？是不是不信？来来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真是神仙呀！嗯，哎，想不到呀，你身位还蛮高的。那当然。哎呀，我有些事情得拜托你们。哎呀，大家都是神仙，好说好说，对对对。哎，六耳猕猴现在已经到了鸡肋山了，他准备跟牛魔王一起联手，先跟铁扇公主分了手，然后就抓你们师傅唐僧，准备把你们的师傅煎炒煮炸烹炖炒。然后慢慢吃。二师兄，怎么办？二师兄，还有什么怎么办啊？当然是去鸡肋山把师傅抢回来啊！笨蛋，走走走。哎，此事关系到你们师傅唐僧，务必抓紧时间。至尊宝，休息一下。站住！别碰！孙悟空，今天我绝对不会再让你逃脱了。大哥呀，我是六耳猕猴假冒的，假冒孙悟空很费体力的，我真的好累呀。学了这么半天，你告诉我你是山寨的，那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啊？快喝了它，变回来。这个月的业绩就靠你了。红鲤鱼。既然敢耍我，还好我也有东方特饮。东方特饮，年轻就要醒着拼。来来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看一看寻猴启事，您的线索就是我们的希望啊！看一看寻猴启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寻猴启事，大师，这寻猴启事画的跟鬼一样，我看了都认不出来。孙悟空看了能认出来吗？小绿啊，心虚的人只要看到和自己有关的东西，他都会变得紧张而且警惕，哪怕只是有一点点的相像啊，他都会有反应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这个寻猴启事里面是有亮点的？没发现。你看，我在他的脖子上画了一颗小小的痣，痣上又有一根细细的黑毛。我晕，大师，你想玩找不同啊？
哎，不是啊，悟空啊，很自恋的，又臭美。如果被他发现我把他画得这么丑，他一定会主动找上门要求重画。啊，大师，你果然厉害，聪明。哎，贤弟呀，你说你长得有这么丑吗？你看，啊，额头三道皱纹，眼角三道鱼尾纹，哎呀，脖子竟然也是三层的。你看，更可恶的是脖子上还长了颗痣，痣上长了一颗黑毛。哎，你让我看看有没有，有没有，没有，有没有啊？这小气啊！唐僧，你啰嗦我也就忍了，倒容忍不了你没有审美。我真没有你把我画成这么挫。好，那这一次我一定扒了你的皮，吃了你的肉。哎，贤弟，贤弟，你可有什么好主意啊？放心，大哥，我早已经想好1732种方法。大哥，你这里有什么隔音效果比较好的东西吗？隔音效果比较好的，我这里有莲蓬香、上等棉花，还有铁质头盔。你要哪一种？不能太醒目了，就棉花吧。啊，贤弟，我给你会会唐僧如何呀？什么老头子啊！打你！我打你！你哎呦，脸的你！哎呀，你看看那个不孝子还打自己的父亲呢，哎呀，真是可怜可恨可悲呀！没准是人家雇的仆人呢，仆人太懒不好好干活，所以挨打了呗。就算是仆人呢，也不能这样打他啊！仆人也是有尊严的，你以为有一块地、有些钱就高人一等了吗？啊，小丽啊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我没有想过你的思想还是这么迂腐啊！你怎么还不顿悟呢？我实在是太失败了。什么老头子啊！我打你！哎呀，大师，我们还有这么多巡后启事没贴呢，你不会又要多管闲事了吧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这个事情你是一定要管一下的，如果天下都这样都乱套了，那和炼狱又有什么分别？哎，行，大师你去吧，我在那边树下等你。好，帮我把这个摘下来。好，看我教训一下这个不孝的地主。喂，贤弟啊，从来都是我欺负别人，没人敢欺负我，你这么做会不会有损我的颜面呢？牛可可，对不起嘛，演戏吗？戏做足才逼真，否则浮夸被人骂呀。一会儿啊，我搞定唐僧，你搞定蟾蜍精，我们双管齐下，速战速决啊！他们来了，喊！啊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我！不要打了！打死你！别走！哎，杀你爹娘！干什么？年轻人，我不管你是他的儿子也好，还是你是他的地主。但是你这样打人都是不对的。你看，第一，他受到了肉体上的伤害；第二啊，他的精神上受到了无比的摧残。你看，他整个人都被你打肿了。老伯，你去那边树下面，那边树下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小绿姑娘，你去找她，她可以保护你。哎，哎，李系哪一位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最讨厌你这种乱哈拉的人。我打死你个打击了，我卖给我的东西啊都是假的，我们还要那么高的价格，我不打死你吗？这位小哥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今天收成不好，我还有妻儿要养活，你不容易啊。你卖人的假茶叶，那是你不对，说不定打我。好好好，哎哎，你救得他了一席，你救不他了一席吗？我只是店小二，回去我会被打死的。要不然呢？好，你回去跟我见我的老板怎么样？好啊好啊，我一定要见一下你的老板呢、啊。我们一起告诉他，在这个世界上打人是没有用的，比金钱更美丽的东西，那就是爱呀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请坐请坐请坐。哎呀，你看你就是有佛缘，我跟你说啊，佛祖啊是非常好，正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狮子、老虎、大象，还有猴子。哎，小子，你管我干什么？啊，我怕你跑了嘛，要不然我没有办法交代嘛。你跑了，
子，啊哥，我跟你说，我是一心向西，一路向西的一个僧人，僧人是不会打诳语的。我这一路锄强扶弱，贫僧就是正义的。谢谢。真是调皮呀！贫僧就是正义的大朋友啊！为了行善积德是你需要做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取得真经，好度化世人呐、啊！臭猴子，还真下不了手。见您美艳动人，倾国倾城，一不小心被您的美色迷住了。可老夫身上身无分文，只有一个脸庞，送与姑娘，想请姑娘跳支舞。我靠，这么朴素。不过我喜欢。这招叫如何优雅地制服一个女人。风景多么的壮观与美丽呀、啊！遇到的人才是最重要的。你，二兄，二兄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不是师傅吗？啊！你这一辈子还很长呢。他好像在跟人吵架哎。我佛慈悲，能动手就不要吵架。我要替媳妇出口气。怎么出气啊？干嘛踹我屁股？二兄，你这屁股太饱满，我实在没忍住踹。以后离我屁股远一点。哦。小兄弟呀，你的人生啊还很长啊。你知不知道，你不可以只是在留意你经过的风景啊，多么的壮观，多么的美丽，多么的迷人。你应该呀、啊，把它放在你遇到的人身上啊。啊，这个人呢，很啊，谢谢。这个人呢、啊，很重要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你遇见了人之后呢，会被感化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小太阳，去温暖别人。今天你遇到了我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被治愈啊？嗯？啊？哎呀，为什么你们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喜欢玩棉花呢？棉花是拿来做衣服、缝被子的。哎，你听不到不要紧，你跟我大徒弟一样，你的心能听到就好。干什么？回！我要回啊！我要回啊！回来来！回！我要回！看你好难受啊！喝碗水解解渴。没有。好难过啊！刚才哪里都是，把你插嘴上。好吗？救 baby， 救无耻，救小人！徒弟，我们去帮他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二弟你真厉害啊！哎呀，又不要死啊！我要死了！又不要死，又不要死，又不要死啊！哇，贤弟，他们怎么把你搞成这副德行？你嘴巴怎么了？嘴，不要死，不要死！
哥哥呀，哥哥，不还是你厉害呀？抓住了这只死蛤蟆呀！抓住死蛤蟆有什么用啊？唐僧跟他